前在凯道这边的最新情况哦，似乎呢林非凡也即将要上台了吗？那么现场的情况如何？我们连线给主播苑小婉来告诉大家，小婉。好，主播观众朋友晚安，目前持续守候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广场这边，活动已经慢慢要接近尾声了，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持续这些民众跟同学还是在现场静坐，给台上的朋友一些鼓励跟加油打气，那么主要也是为在立法院议场里面持续守候在立场里面的同学们，给他们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鼓舞哦。因为目前看到了议场里面的同学们也献出了非常感性的话语，他们感谢这群朋友为了他们走上街头，我们一块来看一下。我们看到觉得非常的感动哦，是隔着两个地方，刚刚您看到的在电视墙上面的画面呢，是来自立法院的议场里面，而随后同学们在现场也有了非常大的一个回应，而那么在场此时此刻响起了欢声雷动的鼓舞声哦，还有掌声，我们看到了谁出现在舞台上面，他是这一次学运的总领袖林非凡，他现身在舞台上，我们来带您听一下他即将有很多的话要跟大家说的。勇敢，坚定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温柔，充满力量的台湾人，所有同学，所有伙伴，大家辛苦了，大家好。在国会议场里面，我们已经待了13天。在过去这13天里面，我们流过泪，在街上的同学们也流过血，受尽内心的煎熬，很多伙伴都说过好想回家，但是我们没有离去，坚持下来了，把国会守住了，在国会议场周遭，所有的同学露宿街头，风吹日晒，也在街头住了整整13天。各位，我们的行动已经创造了台湾历史上永远不可能磨灭的一页。从占领国会那一天起，我们就已经写下历史。这个历史不是因为我们占领了国会，而是因为我们在占领国会的行动当中，对台湾现行的宪政体制、民主制度提出了最深刻的反省。我们的行动在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之间，我们也做了新的定义，我们告诉政府，
台湾的未来属于全台湾2300万的台湾人民，台湾的未来应该由我们自己决定。这13天以来，很多的焦点都放在这个运动里少数的个人身上，但是我必须在这里跟大家说，这个运动的成就绝对不属于任何一个个人，不属于我林非凡，也不属于陈维霆，而是在一场里面所有的伙伴，以及在一场外面坚守13天所有的伙伴，这个成就属于全体参与这场运动的所有同学以及所有公民朋友。大家把太多的焦点放在我们身上，很多人用总指挥称呼我跟陈维霆，但是我必须跟各位说，这场运动绝对不属于我们个人，这场运动属于在座的各位以及所有的伙伴。人民就是这个国家的总指挥，而现在我们要指挥的对象就是一个已经脱序的政府。马总统，请你接受人民的指挥。我们提出来4项的诉求：第一，退回服贸协议；第二，建立两岸协议监督条例，我们要的是专法而不是行政命令；我们要求先立法再审查。这项诉求从我们进站国会的第一天起，我们就一直坚持着，没有改过。任何舆论的误导都没有办法分化我们，削弱我们。我们第三项诉求，希望召开公民宪政会议，因为当前的政府已经丧失了它根本的统治的正当性。只有由公民发起，邀请台湾的各界、政治与社会的代表，才有能力在现在的僵局中开创新的历史，解决现在的困境。我们的第四项诉求还是要回到国会，希望朝野的立委跟人民站在一起，支持人民的诉求。我们为什么要进站国会？从第一天起，我们就说得非常清楚，台湾现行的代议政治
民主制度已经在行政权专擅独大的情况底下被摧毁殆尽。我们现行的代议民主已经被党纪、被个人的意志鲸吞蚕食，已经无法回应民意了。正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们占领国会，夺回属于人民的国会。各位，马总统昨天召开了记者会，他的言语听起来很温柔，他的面目带着笑容，仿佛好像已经接纳了我们，聆听了我们。但是各位，昨天马政府的这些回应并没有任何一点具体的承诺，也因此我们占领国会的行动还无法停止。我们会坚持下去，我们也知道所有台湾的公民朋友也会和我们一起坚持下去。今天绝对不是结束，今天50万人站上街头，我们又写下了台湾的历史上新的一页，请大家给自己一个热情的掌声。从学生运动成功的串起台湾的整个公民社会，这已经不是学生自己能够达成的事情，这必须是由台湾所有的公民朋友展现集体团结的力量才有办法达成。这个胜利，这个成就是属于所有台湾人民的。7点钟了，我们说到做到。在这一场行动之前，我们说得非常清楚，今天这场集会是一场和平、非暴力的抗争，为的是要展现台湾人的集体意志。昨天，我们向马政府喊话。我们说，今天的集会7点钟，我们会准时结束。各位，此时此刻，我想邀请各位朋友，转头看看你身旁的朋友，
看看他们的脸，认识他们，互相留下联络的方式。不要笑。互相留下联络的方式。从明天开始，从你为中心，认识你周遭的七个朋友，约定好，从礼拜一到礼拜天，排好你们的班表。排好你们的班表，到国会报到。今天不是结束，但我们七点一定要结束。凯道的这个行动，我们将在这里告一段落。所有50万的公民朋友，我们在这里再一次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举起你的右手，举起你的右手。50万人，马总统，请你聆听人民的声音，请你聆听所有公民朋友的声音，请你聆听台湾人民的声音。我们一起喊：马总统，马总统，出面回应，出面回应，具体承诺。具体承诺，出面回应，出面回应，具体承诺，具体承诺，出面回应，出面回应，具体承诺，具体承诺，出面回应，出面回应，具体承诺，具体承诺，退回服贸，退回服贸，捍卫民主，捍卫民主。捍卫民主，捍卫民主，退回服贸，退回服贸，捍卫民主，捍卫民主，退回服贸，退回服贸，捍卫民主，捍卫民主，具体承诺，具体承诺，出面回应，出面回应，先立法，先立法，再审查。再审查，先立法，先立法，再审查，再审查，先立法，先立法，再审查，再审查。好，各位朋友，各位朋友，记得留下你身旁的七个伙伴的电话，明天上午排好班表。到国会报到，谢谢非凡，人民站出来，台湾有未来，台湾有未来，人民站出来，人民有未来，人民有未来，人民站出来，台湾有未来，台湾有未来。好，我们谢谢所有公民朋友，现在我把麦克风交给李根正老师。我们非常感谢这次所有参与这场行动的朋友们，请为台湾人民的胜利欢呼。这个行动是起点而不是终点，虽然我们今天七点会在凯道这里结束，但是不代表我们占领国会的行动是结束，而是开始。我们会继续坚守立法院，直到执政者愿意妥协，愿意肯定人民的诉求为止。大家说是不是？
在这里要特别跟大家说明，这一场超过50万人的行动是在短短的3天之内我们达成了。